许光汉日前宣布要进军南韩的娱乐圈，13号受邀出席时尚品牌活动，惊喜的跟艺人梁朝伟还有刘嘉玲夫妻合照，激动的直说差点哭出来。影帝梁朝伟跟太太刘嘉玲也一起现身同场活动，在照片中呢可以看到，在中间的刘嘉玲她是搭着梁朝伟的肩膀，勾着许光汉，三个人脸上都带着笑容。网友还说是影帝、影后还有未来影帝同框，笑说呢这三个人有种一家三口的感觉。Hello， 我是李明瑞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